胃边啊，等下胃边啊。中间要有人撑吧。对啊，就好像那个秧苗这样嘛，同一架有没有同一座啊？不然我说外包负给他负责，包含材料了，对不对？就像秧苗这样就对了的。你老板是他，这样成本才够啊，否则你自己买材料自己来搭划不来。为什么走那边？